一，一个笑容满面的中国士兵穿着草鞋扛着枪行军。二十，中国军人自己在打草鞋。二，穿着草鞋的中国步兵沿着道路前进。三，年轻的中国士兵穿草鞋，背上背着负载行军。四，一个年轻的中国军人在调整他的罗马负载。五，一位穿着草鞋的中国士兵在行军黑。六，一队穿着草鞋的中国士兵及罗马在行军向城市推进。七，中国士兵穿着草鞋挑着担子在行军。八，还像个孩子的士兵坐下休息。九，中国士兵穿着草鞋身背肩飘在行军。二十一，中国的步兵在集结休整。二十二，穿着草鞋的中国步兵部队向城市推进。二十三，中国步兵的运输船。二十四，中国步兵穿着草鞋进入城市。二十五，部队士兵踏着破烂的街道进入城市。二十六，部队士兵踏着破烂的街道进入到处瓦砾的城市。二十七，桂林其中大部分在废墟中。二十八，残垣断壁的城市。二十九，这个中国难民携带他的全部家当重返这座城市。二十，这个中国女子最近发现了她丈夫的遗体和烧毁的家庭，她在努力寻找化为灰烬的个人财产。二十一，日伪占领时期在建筑墙面搞的反动宣传中日合作的壁画及标语。二十二，中国难民蹲在完全被摧毁教堂前。